吴兆南相声剧艺社以2013谐音“爱你一生”为今年巡回演出的主题，除了为国宝级大师吴兆南先生今年90高龄暖寿祝贺之外，也希望借由演出推广这项说唱艺术。政府决定要盖核四了，盖核四再留子孙，这个要骂。那我就不盖总可以了吧？不关心民生经济，你浪费公帑，这应该要骂，这要下台。那我就把这个不该建的违建都拆了。大把政府你罔顾老百姓的生计啊！我不拆可以吧？行政不力，马上下台负责。这你这人很麻烦的。透过诙谐逗趣的说唱艺术，把当前的社会与政治议题融入其中。今年相声巡回演出的段目《爱你一生》，内容可说是包罗万象。如果只谈这个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，有点无聊了。我们也有很多生活的，包括已经很久没有谈的这个有关于政治的一些话题。团员们精湛的技艺与丰富的表情，让现场观众深深折服。嘉义市副市长李锡金一时激扬，也来一段即兴演出。头一句咱们说什么？我吃饭，我也请您吃饭。第二句呢？我喝茶也请您吃茶。第三句呢？你还没说呀。我说了。你没说呀。说了。没说呀。我说错了吧。这也是一句话。当然了。哎呀，上当了，上当了。就如同他说的，从前说相声是为了生活，现在生活是为了说相声，要把老祖宗留下这么好的一门艺术给传承下去，推广出去，展现毅力与坚持。为了推广相声艺术，吴兆南师徒将继续说唱下去。新唐亚太电视侯瑞霞、方雅贤，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